老公，老公，房东来了！老婆，快点出去，快快快快快！老婆，我觉得我真的对不起你，让你天天跟着我吃泡面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明天我出去跟别人借点钱，先把这个月房租交了。海洋，刚才你两夫妻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我决定下个月的房租涨1000。蒸牛和清酒，还有楼下王阿姨烤鸭，记得明天交房租。大哥，懵了吧？